大家好，今天来到我的车库，看看我的小汽车。好的，开车去兜个风吧。Oh no！ 你别笑。忘记了，这个车门上次被小怪兽摩托车撞坏了，还没修。哪里？不好，小怪兽和坦克一直在我的车库外面埋伏。妈呀，这炮筒一直在跟着我转动。不是吧，我心爱的小汽车啊！我生气了，后果很严重。这上面高度正好，可以反击坦克。先送你个手雷。来吧，让你尝尝加特林的威力。哎呦，皮还挺厚的，那就再送给你一个手雷。哇哦！怎么还有怪兽？超级爆摔！不好，这么多怪兽都来攻击我，还是先跑吧。